各位兄弟姐妹、亲戚朋友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我是魏成夫，我来自 Noble Park 的 CFA。在这夏季里，维多利亚州有个规律，就是我们不可以随意在屋外或者后院起火，除非我们有跟随一些规律。这些规律我们可以在 CFA 网上找到，在网上里它写得很清楚，在夏季里我们什么可以做。 什么不可以做，它也包括了什么季节我们可以食用。Right!